主题我在家。一和家人在一起，我喜欢和妈妈一起说说话，我喜欢和臭爸一起打打球，我喜欢和大姐姐一起写功课，我也喜欢和家人一起做家事。天亮了，太阳叫醒树上的小鸟儿，小鸟儿跟太阳说早安。天亮了，白云叫醒水里的小鱼儿，小鱼儿跟白云说早安。天亮了，是谁在叫？小宝贝，原来是妈妈在叫我。我张开眼睛跟妈妈说早安。小院子，我家门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，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我和爸爸妈妈在院子里种了好多花草和树木。最近院子里的花都开了，有红的，有黄的，还有白的。蜜蜂和蝴蝶飞来飞去，小鸟也飞到树上。下雨，一下子院子里变得好热闹。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坐在门前，开心地笑着。